这车不错啊。喂喂喂，抽签换个地方要饭，去去去。车谁要饭呢？我要买车。就这辆。接着给您拿核桃。店长，过去看的卡都刷不出来。臭乞丐，你耍我，没钱你抽什么大款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我把我的卡都注销了。来人，把这给我撵出去！等，蹲一下，给我松开！我告诉你们，就你们这一排的商业街，都是我未婚夫的产业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你这个疯女人，竟敢称自己是陆家少奶奶！少说笑，说我把你们全开了！等，滚远点，疯女人！狗眼看人低。好饿，给你的，吃吧。谢谢啊。这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要当乞丐？我不是乞丐，我本是岳氏集团的千金，我家豪宅可大了。可我爷爷非要我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结婚。家族联姻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利益，你不嫁就休想再进这个家。就是陆氏集团的那个长子，陆雨辰，你们老总，知道吧？我为了逃婚，我就离家出走了，不敢刷卡，不敢住宿，全城都有我家保镖在找我呢。你是不是精神病？最近陆氏在招聘，你可以去当当保洁什么的。这点钱你拿着买吃了吧。姐给你买辆车怎么样？没救了。我要买个最贵的，写在他的名下。最近陆氏在招聘，你去当当保洁什么的。那我就去会会我这未婚夫，顺便再把这婚事给搅黄了。嘿嘿。